在我们漂亮的民族服装的礼宾队的带领下，我们的第一组队宾将开始入场。好，我们首先要入场的是主办方中华商会的负责人 Leaders of the Chinese Business World Chambers of Canada庆祝的活动，所以呢，我们邀请了几位身着华美的中国传统服装的嘉宾。